真好贴。大家好，我是 Amber， 今天这支影片呢没有马瑞，气疯我。刚好我这周有朋友有飞曼谷的航班，然后我今天要去找他一起去吃吃喝喝，我现在非常兴奋，因为终于有熟悉的人可以跟我在曼谷一起享受泰国美食，我今天要带他去吃很多东西。天哪，怎么到处都是出口啊？我到底要从哪一个啊？但是昨天吧，我一出来就迷路，我从来没有来过这一站。我看了 Google 地图，还是不懂到底要走去哪里耶、欸。好像走错边了，我要走到另外一边去。法瑞来救我！我刚第一次没有把瑞成功点餐，点了一个海南鸡饭，然后是 Pizza 的特别加大版。它鸡肉好软哦，完食。这边都是吃的，超多上班族中午过来吃饭的。我来买了一杯雅库鸡肉。喜欢的养乐多冰沙，你应该觉得就是很甜，这样吗？可以想象中的味道，如何？还不错吧，就是可以咬到那个果养乐多味，对，就是可以咬到果冻的那个口感，我很喜欢哎、欸。接下来我们来买椰奶饼，这个叫做卡农托。第一次吃卡农托的衣服，它很烫。它其实不是两层一起吃，它是一个一个吃、啊、它是这样子分开的吧，它有包馅的感觉，对，它包葱玉米什么的，如何？甜甜甜甜的，好吃吗？跟刚刚的那个刚刚那个比较好吃，像吃卡士达那种感觉，对、欸、它这个是它有芋头，不敢吃、啊、好，这个是有葱的，我刚刚拿到一个芋头，根本就是开机洗包，我吓到，我不行哎、欸，我芋头会死掉，我直接在那边中毒。蟑螂哦！哎、欸，这间也很好吃哎、欸。是霸酱，挑哪一个？海南的海南。好，安妮的海南。明白了。他们在看你反应哦。好吃吗？香蕉味的烤番薯，好软，瘦瘦的，香蕉瘦瘦的味道，不难吃，但是 我不会再买。一口烧给我吗？啊！哎、欸，你发财了！我刚才投成1000吧，我刚明明投100，它全部跑出来1块钱。我真的玩脚趾老虎机吗？我一直在想说，那怎么不停止？而且全部的人都在看你发财，真的假的？好美了吧？我要戴口罩。刚刚就是一个不会搭 MRT 的人，明明就住在曼谷1年的，然后还投100块下去，结果全部1块钱跑出来。那我们现在呢？因为我朋友想要去看一个展，就是曼谷双年展。他从10月23到明年好像2月，连续4个月在曼谷有好几个地方都有办展览，然后我们要去那个什么皇后会议中心那边，带你们去看看。我们到会议中心了，超大，超级。啊曼谷双年展邀请泰国国内外艺术家来创作，以混沌与平静两个概念为主题，展现对后疫情时代的观点。展区遍布曼谷各个地方，推荐大家去走走拍拍照也是不错的行程选择。他们说这个系列的面包啊很肥很好吃，吃起来像冰淇淋。
烧腊，三幺四芒果糯米，这个是我喜欢的。太奶冰，又是你的初体验。耶、好吃吗？很像冰淇淋，是不是很细？它的冰超细，小美冰淇淋。我好像还没有吃过太奶口味的。好吃，它上面咸咸甜甜的、欸，而且它没有到很甜。嗯，好吃，真好吃。它的融化速度没有我想象中的快，慢。对，我刚才想说怎么办，会不会等一下就融化？哎、欸，我看到了，仙草很大一块，这有一层东西耶、欸。这什么？哎、欸，布丁，是布丁吗？吐司，吐司好甜哦，超级甜，好像吃掉了会生死哦。但是它现场是好吃的。嗯，我们已经吃完 After You 了，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去靠近河边的一间算是茶艺馆吧，很酷的一间店。请帮我把我的一块钱。他。我们现在要把全部的一块都还给他喽。我们现在要从这站 MRT 搭到那个华兰蓬车站。从华兰蓬车站走大概5到10分钟，经过达拉诺伊市场，穿越这条小巷子。就会找到在庙后面的店家喽。超隐秘。看它这个盒子，超级可爱 ，bling bling 的，超多种不同的泰奶。这个是柠檬茶，然后点的是热茶，还有一个开心拉霸，是有闻到姜的味道，但是喝起来没有，喝起来没有姜的味道，就是香味而已。那还有什么味道？它有加芒果，但没有芒果味，就是绿茶。换我来喝茶。嗯，微微淡淡的姜味，但很就是。红茶真的没有什么水果味，超级可爱，老虎穿衣服哎，很像。你用眼睛亮起来，荆棘的味道，蛮好喝的。真的，它是荆棘的味，它不是一般柠檬汁的味。哎、欸，这好喝哎。对啊。什么？两个杯。而且它不贵，不是250还两百？对啊，250。我们刚离开那个茶艺馆，接下来我要带我朋友去我最喜欢的。坐船吗？对，我现在要去带你去坐船，然后去我最喜欢的百货公司。我跟你说，那个百货公司，我上礼拜已经去了3次了，我昨天也去。因为离我家很近，我很爱去那边。这个船啊，你直接上船就可以了，因为不用付钱，是免费的。哎、欸，人爆炸多哎、欸！这个人潮。我现在要带我朋友去爱康斯亚有一个景很美的地方拍照，可以看到整个日落，我觉得风景超级漂亮。星巴克在那边，大家可以走过去，走出去外面这边拍照，超美的。上礼拜我来拍的照片，大家就是要站在这个空框拍照，后面那边有乐高大楼。1、2、3。我很喜欢这家的芒果甜点，超级好吃的。这个超好吃的，芒果很甜，对不对？每一层都是芒果，然后上面的奶油也不会很腻。它芒果很真材实料，然后非常的好吃，非常的甜，搭配上它这个法式可丽饼的饼皮，超赞，大家可以来买，一个59块。这个牌子是我很喜欢逛的牌子，我刚看到这一件，超级可爱的，但是我穿不到，因为是毛衣。这件设计我有点不懂，裤裙的概念吗？好像那个公园阿嬷运动的裤子，
奇怪啊！它这个袋子很可爱，你看上面还有大象，粉色大象很可爱，当购物袋850元，还可以啦。我喜欢这系列，这个软糖熊熊好可爱，这个是韩国的一个牌子，好想买哦，可是我穿不到。我们现在要去地下一楼吃东西，很不快，地下一楼。你再说一次，不要让。哎，我昨天才刚来，他今天就马上换食物，我傻眼哎，也太快了吧。点了一个烟大佛给我朋友试试看，来了，酿豆腐面，酸酸的吗？嗯，酸酸甜甜的，很辣吗？真的很辣，这吸进去，不是清淡的吗？没有清淡哎、欸，你刚刚反应真的，我觉得我反应比你夸张。超级辣，我整个刚差点不能呼吸，它整个在我喉咙里面燃烧不明的那种哎、欸，这个好辣哦、喔，这家好辣，因为它一般没有这么的辣，对不起。这个啊，这个是炸芋头块，你好吃吗？它的汤头真的很淡，只是偏油啦，快不快不快不快，他又要吃我会怕的东西了。它没有芋头味，它里面是 QQ 的。嗯，好吃程度1到10，七，七好像有点还好，是好吃的啦。好吃吗？很多汁。你不觉得这个东西到处吃都无累吗？就是每一间都是一样好吃。我们要去吃一间很可爱的泰式传统甜点店，我们刚经过，超级可爱的，在这里。很像日本的果子，它外面有一层脆，很像果冻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嚼了这种脆脆这样，但到最后就整个都是绿豆，就可以配茶喝，配茶吃。Oh my god， 我觉得很甜。还好哎、欸，其实蛋味比较重，它比较没有像 Seven 那种很多糖，比较不甜，对不对？好像在吃甜的肉松，蛋味不重哎、欸，到最后，嗯，有点像蛋卷的味道，这超级可爱的哎、欸，不知道怎么形容，没有什么味道。这餐应该每个味道都一样，软软的椰子糖的味道。我以为它。椰奶味很重，这个花花也是我选的，好精致哦，很可爱，才15块，超便宜的。香兰叶吗？香高味，这味道跟刚刚那个蓝蓝的一样哎，不一样，这个吃到后来香兰叶味很香，嗯，我比较喜欢这个，因为刚刚那个吃不出来到底是什么味道，对，刚刚那个好像是后来就是椰子的味道而已。它其实每一个的口感都差不多，只是味道不一样。都是什么味？这好像也一样是椰子味，也没有什么芝士的味道。嗯，刚刚第二个香兰叶味道比较。对，我觉得其实那个很蛮好吃的。嗯，因为那个很香。旁边有馅哎，好吃吗？很榴莲吗？榴莲，好像榴莲肠哦。你喜欢吗？你不喜欢？好油哦！这些食物全部塞到嘴巴里面一起吃的话，它的味道是一样的。嗯。现在是晚上8:30。我们怎么还在吃啊？然后他还给我点一个盘台，还在做。请问一下，你是不会再来泰国了吗？下礼拜2还要再来。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萨瓦迪卡，孔坤卡。